都是自己设计的哦，对，自己去剪牛仔背心，展现出对舞蹈的热爱跟率性。对，好，请我穿哦，好。哎，我怎么没有听到尖叫声啊？你看这个舞蹈起码呢，就偏向于活泼跟俏皮。对对，你看多可爱呀！哦，比较古典风的俏皮的舞蹈。哦，懂，我有懂，我懂。嘿，接下来来一首
首呢，我们呢也要跟着上流行，来首流行舞，我们韩国最新流行的花朵舞，来请上台。耶、你看每一位都不输林香。好不好，一二三，哎呀，哦，真的太好了，真的是上妆，黑色的服饰充满了神秘的魅力，还有性感，对不对？对，他们手上拿着花，就是现在流行的花朵舞。ABC DOREMI I'm Kentucky tonight눈빛이싹변했지어쩜이또안나니까바람나비처럼날아가잡지못한건너중심으로야도야像彩虹一样让各位能团圆，情感永远都不会散，好不好？好，对不起，各位，伞张开的是象征的圆满，让各位一切顺心，大圆满，好不好？再给他们一个热烈的鼓励鼓励。像不像一幅画？非常像。这首邓丽君的经典老歌，经典好歌，我们用伞来呈现。我和他在那里边相爱情孤独，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用
雨伞用伞屏风伞来呈现一首舞。那是一个好地方，高山青青流水长，陪伴着我们俩。为那么甜，怎么不见？相信认真的老歌很好，大家应该耳熟能详。龙潭大池之美，配合着我们舞者翩翩浪漫的舞姿，结合成最动人的一幅画，也是我们生命记忆当中最唯美的画面。好美啊！然后每一个舞蹈也让我们现场的好朋友一起来感受哈哈增长音乐相恋的魅力与活力。那是一个好地方，就像这个舞曲一样，充满了各种令人赞叹的美，不管是市集之美、地方人文之美、我们客家风土之美，值得让你流连忘返。云汉暖阳开港，暖涌寒标。各位观众，从这个舞台上看过来，是不是看到我们美丽的大池？还有那个同学们拿着伞，是不是就像一幅画呢？是。哇，美美的画耶！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好地方，原来那是我们初恋的地方，一切都是美美的回忆，满满的回忆。你一定想要亲自共度过好时光，那是一个好地方。轻轻流水长，陪伴着我们俩。可以来点掌声吗？谢谢。我们很投入哦，完全放进去，感觉放进去哦。不见相望。是美美的一幅画，哇哦，漂亮，谢谢。虽然歌曲很柔，可是我们的掌声很热烈一点。谢谢谢谢，很棒，同学。你看每个舞马呢都有不同的特色，一定要的，是要的，对。都是老师跟同学们他们精心排练的成果。是我们已经练了30年了，对，功力30年了，从满月就开始练。谢谢。好，接下来呢哈，我们又来一首不一样的喽。刚才很柔美很浪漫，现在来一首呢哈，又青春动感，彩球舞又出现了，请登场。有没有觉得熟悉的感觉？对，很熟悉。对，像灌篮高手那个流川枫的加油团，流川枫加油，加油！难怪小王说要报我们的排舞班啊，目前我们没有收男性的。好，好，各位热烈的掌声响起！这首很好听的英文老歌 Golden Star。 哇，以前我在舞厅唱的跳，摇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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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扭一扭啊，扭一扭，好努力啊，青春活力，欢迎欢迎欢迎。青春的活力，
呢，让我们兴奋的时刻，挥别所有的阴霾，告别所有的不顺，迎接最璀璨、最耀眼的未来。人生职场当中耀眼光芒照耀四方，谢谢。那么这首的话背景变化很多，所以很认真的练。比变形金刚还会变。对，我们以变形变化来呈现这首《Golden Sky》。长得像我老婆的碧珠姐，我们小
我喜欢身材。他喜欢你。对对对对，你是他的菜。没有，我不是喜欢你，我是迷恋你哈。好，谢谢谢谢小王的喜爱。你是我的菜，不过我今天吃荤。对，没礼貌，没礼貌。好 ，OK， 接下来我们呢，来首呢哈，又不一样的，好来。请登场，现在很流行那个抖音，很流行的燃脂舞啊，《金风玉露》这首呢，我们学员都很爱啊，所以今天要呈现这首《金风玉露》。只可惜我不是在晚上，因为它是晚风吹来，没关系，我们有画面，我们有画面。好，来这首，身材有没有很曼妙？有，来，多谢那个鼓励鼓励。晚风啊，你撩拨着情人心上的弦，舒服，弹一曲，放松，把你带到我的身边，白如啊，浸染着情人温柔的脸。情话话题清风雨露爱相逢，便是你我两心相悦，悄悄诉说涓涓滋味。这首歌有口粮有美有浪漫，非常适合在晚上的哈，是这个清风雨露爱相逢，广播新世界的便是红尘相携，轻轻挽手慢慢向前，北汉北汉的最美容颜，什么叫幸福，这就是幸福。晚风啊，撩拨情人心中思念，他们跳舞，我就想到一个千古遗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来到龙潭热半天，姑苏城外寒山寺，最爱众老师排舞队，是不是？是，我也想加入啊，欢迎来吧，加入吧，收你报名费5000块不用，200块不用，我们不用200块。白露依偎在晚风间，清风玉露手一相扶，展现的迷人的舞蹈，也展现的舞蹈最棒最棒的一个纯的实力。优雅当中带着热情。哦，注意哦，美美的。OK， 谢谢。晚风啊，有没有听住的？对啊，美美是要反面声的。如果在夜晚的话，可能会好事会发生。对，没错，对不对啊？晚风吹来。好，谢谢刚才我们的晨间假日班带来的《金风玉露》。好，来来，接下来我们来一首怀旧老歌，《安娜》。那个小王，那个刘小会唱吗？是，安娜。哦，我那个年代的，我幼稚园就唱了。哦，安娜，每次你都这样。原来你是主唱啊！真的没错。我们需要点掌声。应该只有我这个 DJ 王子来跟他配乐了哈，来。透过这舞马，热情恰恰，把这首歌融入像肚皮舞。恰恰，恰恰，恰恰。Woo!
我的运动，加加加。是我们宋老师走访了全台湾各地的宫庙，欣赏了非常多的舞蹈班，所加大他的创意而研发出来的。是不是唱得很棒？对，掌声好吗？透过他们的舞姿，还有再加上他们的肚皮舞的一个舞蹈，让这个舞蹈更舒服的，相当好的一个领悟。曲线舞，他们身材会这么好，就是透过这个舞蹈，就是完全不同曲风啊。对，对，小小的性感风。I'm so sexy.